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：起源》。上一次我们在这边救完了那五个祭司，我今天想要去搜搜起源，不是起源，搜搜希瓦这个地方的地图，因为之前打到那个魔王的时候，都还没有好好的观察周围，所以想要逛一逛。先把东西捡一捡吧。我忘记有没有说过了。我觉得这一次起源的捡东西，我还蛮喜欢的。相较于之前全都要开宝箱，一直重复开宝箱的动作，这次捡起来特别的有爽感。走过去按按就可以捡了，连续按三角形就连续捡，噔噔噔。超爽。我可以制作东西，稳定手套增加射击伤害，看一下有没有木头好了。我一直很想要增加那个弓箭的携带量，可是之前追木头追到这边来就死掉了，好几集之前。啊！不跟你打，不跟你打，我的木头要跑了。赛罗，拖住他们！我觉得拜耶克走这些凹凸不平的地，好像有一点像在走平地一样。好像少了点什么，像经过这个草丛啊，它也不会有特别的动作。跟亚罗伊比起来，亚罗伊的动作稍微多了一点。如果奥德赛能够再有更多的信息的话，感觉更好。你看，像穿过这个也没有特别的反应。Hello，Hello， 我回来了。哎，还大明星哎，这个马好了，不然不知道要走多远。哎，什么时候变这么帅气的马了？他们走回来了，结果遇到了马上的对决。我射，哈哈！哎呦，我自己也扣了不少血，弓箭用完了，近战！哎，哇哇！哦，太倒了，下一个，哎 ，ouch！哎，糟糕糟糕，会死！啊，还好还好，惊险的胜利！这匹马真的是弄得太帅，它身上还有那个豹皮吧？哦，这可以开耶！哦，这个超厚，按 R 是射箭，为什么它？他不做像枭雄这样，哎呦，好难控制哦！他就像马一样啊，操控起来的按键跟马一模一样，但他明明就是车，感觉超怪的。我觉得是为了要射箭啊，不过射箭明明就可以用
L1 啊 R1 啊，可以升级肩带了。像 GTA 那样用 L1 跟 R1 不就得了？防制定标记。既然我们抢到了这台蛮稀有的东西，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它是什么好了。看起来路途也挺遥远的。马车就像现在的汽车一样，各式各样都有。更可恶的是，他们都还有不同的名字。英文版的维基上就有114种的马车。总之经过我一番的比对，我现在搭的这台是埃及用来战争的 chariot 马战车，两匹马拖着一个开放式的平台，人就站在上面。埃及的马战车最早是出现在西元前1600年，由希克索人引进的。它有高速、机动性、强度都不是步兵可以比得上，的确是还蛮快的。这辆马战车成为古代近东地区强大的新武器。比起直接骑马，马战车可以给弓箭手更平稳的。再看一次。武功高强的妹子，这个路人妹子厉害。比起直接骑马，马战车可以给弓箭手更平稳的射击平台，跟足够使用长弓的空间，也能够携带更多的箭矢。长弓在马上要换边，感觉就不太方便。我觉得我好像越走越远了，算了，抛弃这台车好了。哇！被他们盯上，可以吃我的锤锤，吃我的锤锤，好难打啊！步兵要对抗骑兵真是不容易啊！哇！一只，哎，这次比较硬哎。只能敲58，糟糕糟糕，剩一半的血了，看，喂，躲，打，哎呦，马上的劈砍好像没有办法用盾挡住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快死了快死了，糟糕糟糕糟糕，哎呦。我的马战车旅行啊！他们又来了，再次挑战，预备之势。哎，这次没有抓我，是因为我刚刚开了他们的车子被抓吗？好了，我们穿过这个湖，直接到对岸好了。真不知道刚刚自动导航是想要带我到哪里去。那我们就继续说。马战车的装备，古埃及军的马战车一般会有一个驾驶跟一个战士，都携带着弓和长矛。这啥？红红的，好像炸弹。哦，就是普通的瓶子。放着，我开船过去。我们好像还没有试着开过这艘船，对嘛？用 R2 加速，就是应该要用 R2 加速啊！哇，这船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哎，这太扯了！你确定底下没有装马达吗？超快，神速！不知道直接开上岸会怎么样，试试看啊！啊，船就毁了。好哦，刚刚又被打断，我们再继续说下去。在战术使用上啊，马战车通常是作为先锋，第一波就先去打击冲散对方的阵型，然后后面的步兵再跟上，有点类似现代坦克打前锋
的那种配置的感觉，但是跟现在的坦克相比，马战车需要比较平坦的地形，它也没有装甲可以保护，所以功能上还是不太一样的。另外马战车也能骷髅头，骷髅头快跑快跑，哎呀，人家在讲故事呢，逃掉了吗？逃掉了吗？应该是逃掉了啦。我刚刚说呢，它马战车没有需要平台的地形，也没有装甲，所以跟坦克还是不太一样。然后马战车也可以用来终结一场胜战，就是当胜利确定的时候，敌军开始四处逃窜，那马战车就可以用速度的优势来解决想跑的残兵。哦，这个电导没有办法增加射击距离啊。刚刚说过了装备跟战术的使用，现在来说说马战车在军中的地位好了。马战车的造价非常的昂贵，主人有自己的贵族阶级，然后在新王朝马战车成为了皇室力量的代表。法老王阿蒙霍特普二世特别喜欢这个兵种，所以训练了很多，而且要求他们要跟自己一样可以在全速奔驰的马战车上精准射击。当然这个能够精准射击就是一个传说啦，所以我刚刚等于是抢了一个很贵的东西在路上随便跑，难怪士兵看我就抓。然后我们终于到这个塔的下面了，这算塔吗？俯瞰点，哇！哎，这个也太爽了吧，超漂亮哎！乐极生悲。我一出来怎么就被狗追？我可是希望的守护者呢，去死呀！怎么觉得我快死了？这狗也太强了吧！我挡，好像没有办法在战斗中回血。哎呦，又被咬死了！从战场遇到他们这一群，我是要怎么办啦、啊？来人，距离射击，全部炮枪！我被迫进战，这次只有两只，说不定有点希望，好像没有。哎呦，他们等级是不是比我还高啊？一等一样等级，哎呀呀呀！算了，我逃好了，我看能不能直接逃到那个爬墙上去，他们总不会爬墙了吧？别过来！跟你们比谁跑得快！我冲！白克加油！哎呦，又死了！啊，这一次总算让我逃离他们的追击了。我不会这样善罢甘休的，你们刚刚杀我这么多次，杀了我两次，让你们不得好死，吃我一剑。短弓的威力，
他好像过不来。耶、身为洗碗的守护者被三只猎狗追着跑啊，总算又爬上来了。千辛万苦，辛苦而得的美景。这真的太赞了，看到整个洗碗耶。好漂亮哦。这个俯瞰点也太猛了吧。好啦，任务达成，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吧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去下面帮忙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。还有 FB 粉丝团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可以追踪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